过，真的没有想到 Lisa 的铁刘海又出圈了，她的刘海真的好绝，再疯狂的又，她的刘海也可以保持纹丝不动，真的是精致的女孩，连头发丝都不放过，绝！秘密就在这儿，让刘顿怀疑人生的喷雾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感觉我不听话的杂毛终于有救了，现在让我们来喷一下，让它停留一会会，不要动。完全纹丝不动，再睡。我感觉这个刘海就像纹在了我的脑袋上一样。我继续，晃得我脑袋都有点晕了。可是它还是这个样子。再拿出我们的吹风机。哇，风再大，我的刘海都没有动，都不会乱到大街。整个刘海呢，就是一根一根的，还非常的整齐，再也不怕露出大脑门了。齐刘海女生真的人手一瓶，我们也要纹丝不动，处变不惊。